不必要不注意啊，奇葩新创意大赛第十回 OK， 然后第十集了，我们决定搞点不一样的，我们花了上千元买来了三双在拼夕夕里面的黑科技鞋款，脏鞋等等，能不能搞得有仪式感一点？分别在防水领域、按摩震动领域以及助力弹簧领域，三双的鞋子总计1100多，给大家开开眼，别忘了拿一双 OK， 留个可字在公屏上面。我们分成两部分哈，一部分是开箱，一部分是实际的测试性能。OK， 这双卖多少钱？它标价是265。还打了折，这个卖265哎。来看看啊，这双是一双号称能够防水的机能鞋。哇哦！一体的这种鞋面看上去好像没什么特别啊，但他们的官网呢明明确确的告诉了大家，就一系列的各种高科技的材质啊。我看完它整一个页面介绍呢，我只记得它的这个防水性能测试，把整个鞋子泡在水当中呢都是完全没问题的。我们待会试一试。但其实就这么看整一个鞋身，除了纯白比较朴素一点之外呢，还真的有一点点好看的。像这个鞋面一节一节的像毛毛虫的这种洞孔以及这种关节位置，整体重量也是可以接受的，并没有太重哈。168买一双这个鞋，你觉得可以吗？如果它真的可以防水的话。我们看第二双，他这双鞋子说的很牛逼了，他说里面呢会有一个什么磁力震动，哇，还真的有哎，一拍就有了。就是它可以通过一个非常牛逼的一个力学的转换的过程，把你踩在地上面的那个作用力就转化为一个按摩的磁力。这个震动真的可以右手螺旋定格。我感觉它里面应该就是有几块磁石，或者就有点弹簧这样子的东西在里面。但他说的很神奇哈，我们待会就走走看看是不是真的能按摩啊。不过这一双价格好像也不便宜，这双价格是269.9，但感觉他们这一家是做的比较有名气的，还挺帅的吗？感觉这个颜值1到10分可以打多少分啊？好，那第三双啊，这一个呢就牛逼了，因为这一个呢，你看它重量，核爆效果，这个好重，我猜它一只应该有1斤多的重量，推不了货了。等月底塞上门包给你们。啊，弹簧助力鞋，朋友们。来，我们先不要看这个这么粗细的大底啊，我们先看鞋面的话呢，其实还是蛮好看的，很有机能鞋那位啊，就是这一种，你看，一键旋钮的鞋带系统啊，非常高级啊。然后鞋头这里呢，也有一层的热塑橡胶，可以保护你的鞋头。但是我不明白，一双鞋这么重，你真的可以跑得快吗？然后呢，我看到官网的介绍啊，这两个弹簧呢是用作减震之用的。这个只是它的走路形态，它下面这一个像钉鞋一样的大底，你就知道它是速度的象征了。把它打开为另外一个模式，来疯狗模式啊，不是跑步模式，怎么搞的？哎。要研究一下，我要研究一下推动横杆由走到跑状态，直到听到咔嚓声，那你的鞋子就会烂掉。打不开啊！这个弹力鞋，我们后面再去研究一下。同步呢，我们呢到外面去要测测这个防水性能、这个按摩性能以及这个助跑性能是不是真的跑得快。这一双主页介绍就是它可以把整一只鞋子都浸在水里面都没关系的。这一款呢，除了说它主打的这个按摩磁震动功能之外呢，它也非常标榜鞋面啦有很多的防水的这个特性的功能。所以呢，我们试一试这两双鞋子是不是真的可以防哈。我们先试一试防溅水功能哈。哎，好像真的可以哎！哇哦，哎，这真可以，这过关了，这过关了。看看这一双，哎，好吧，这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牛逼，因为很多鞋子都能做到，譬如说361度哈，这一双鞋子啊都是有这种功能。包括大家其实如果你现在你去买一些防水喷雾啊，其实都能在鞋面上面形成一层保护膜来做到这种什么所谓的火焰哇水心水功能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它如果浸泡在水里面是不是真的也可以这样子，准备了。见证奇迹的时候，朋友们，我们先看这一双吧。哦，真的没有哎，湿了一点，这不是我手上面的，是它可能真的湿了一点点。看看这个，
哇，哎，这个真的完全干的。所以这一期我们是安利吗？好，我再测另外一个磁力按摩功能啊。好像真的要跺一脚，它就会有一个弹簧在里面一直在震动的感觉。其实正常走不会有太大的感觉的，而且我也不觉得它能给我什么按摩的功能。难道我每一步都要这样走吗？我一开始以为我穿上去之后呢，马上跑第一步出来就能感觉到它的后跟的这个磁动力的这种这种震动，但其实并没有。它跑的时候，其实我只能说它的这一个中底啊还是蛮舒服的，摩擦力啊抓地力各方面都还可以，但它真的你跑出来就跟一般的跑鞋没任何区别。投个票吧，你觉得这双鞋子是智商税吗？这一双啊我们研究了很久啊，你把鞋头往前压然后它就可以打开了。这是钩子吗？你是致敬钩子吗？啊，钩子形状的时候呢，这个状态呢就是跑步状态。其实我一开始有个构想，就是要穿这一双鞋子来挑战一下苏炳添天哥的这个9秒83。就要穿这一双鞋子来挑战一下苏炳添天哥的这个9秒83。我只能说我的脚很痛，我现在脚趾头特别痛，因为它这个鞋头很尖，所以我基本上每一步都是忍受着我的大拇指被挤压的感觉。然后后面的这两根弹簧呢，其实也不能说没有完全感觉到，感觉到一点点吧。你不能想到这种发明是如何说真的起到助力的这作用。大底上面的这几个类似于软钉这种模块，我就很怕崴脚。你觉得我有跑得快了吗？刚才，然后我现在把它放回这个走路状态。哦，听到了吗？啪的一声，哦，走路状态稍微舒服一点，它基本上除了重一点，就跟平时大家所熟知的一些街头啊，所谓的那种压逼的感觉，这鞋子其实差不多。我们下期见，加点火力币。